好，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，全场比赛开始。观众朋友，您现在收看到的是2022中国太平中国足球协会女子超级联赛第六轮的一场对决。把球开始了，开到中路，头球攻门，门前的乱战，一脚，哎，这下球进了。比赛进行到第六分钟，江苏无锡女足这边应该是21号严小玉在门前的乱战之中，一脚推射得手。广东梅州客家这边，本赛季开始之前，引入了小杰斯林，等于这次打了一个近角。底线位置传到门前，漂亮！这次形成了攻门。你看柠檬姐带球向前，漂亮！这球给到邵子钦，禁区内得球射门，还有机会吗？跟进的补射，再来！哎呦，这次连续的进攻还有。向这边再传，直接射门了。奋力的扑救啊，是以球员兼教练的身份，本赛季在北京女足效力。这次，哎呦，射门漂亮，回球机会出来。陈玉丹又是一脚射门，打的还是稍微有点正啊。再扣，扣到左脚，再传到禁区内，维拉回做一下陈秀兵，没有机会起脚，左脚再射，飞向球门的方向。哎，这球还是来到了江苏队员的脚下，金坤拿球，固定位置。身过来有机会了，起脚射门，还是打得比较正，出球，但是队友的跑位跟不上了。哎，这球送到了空当的位置，我们看来到禁区前，左脚传，哎，给了中路廖敏欣，也是一对一的机会，下底左脚传，传到门前有机会了，哎呦，这次后点还有，再打门，哎呦，这个球没有打进，这定位球直接射门，哎呦，这次又是打在了边网上，门前。很好的一个单啊，一个空门的机会，抡空了。这边卜佳莹带球了，射门，低平球打到门前。喂，龙欣彤横传，这球传的不错。我们看单刀了，金坤面对彭诗梦来到禁区内，左脚射门一脚，啊，这次是眼前战士五打四，往禁区内走，切过来了，射门，哎呦，这次打远角，漂亮，配合。好，这个时候主裁判是直接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，这样的话，这场比赛江苏无锡女足最终是1-0击败了广东梅州客家。